今天魔王仲介服务处又来了四位客人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布置鱼子酱的家吧。首先壁纸我们使用引人入胜墙，地板的部分呢则使用白色简约地板，接着选用铸铁木橱柜，柚木色的铸铁木厨房，一样是柚木色的铸铁木 DIY 桌，接着摆一台直立式钢琴，放一张钢琴圆椅，再来放一张古董椅子跟一张古董桌，墙上再挂一个布谷鸟钟。音乐播放器的部分呢则选择可爱音乐播放器，播放鱼子酱喜欢的只有我，这样鱼子酱的房间就完成啦。鱼子酱的房间呢所使用的家具数量比较少，但所选用的家具质感都蛮不错的，整体上就是一个简单又成熟的居家风格。恭喜鱼子酱交屋成功。接着我们来布置得力的房间吧。首先壁纸我们选择使用蓝色简约布面墙，地板则使用蓝色简约地板。得力是个用功的小孩哦，我们给他准备一个学习书桌，再附上一个学习椅，接着我们在旁边放一个双人座沙发，沙发前面呢放一个蓝色的木质矮桌，接着在角落放置一个木质书架，收纳用的蓝色木质矮柜，蓝色的木质边桌，接着选用蓝色油漆、蓝色寝具的木质单人床。音乐播放器的部分呢，选择可爱音乐播放器，再放一个地球仪，摆在矮柜上。床头柜上呢，则放一个打铃闹钟，再帮德里准备一台笔记型电脑，现在学生必备的用品哦。再来在书桌旁边呢，放一个白色的木质废纸篓，书桌前挂一个儿童认知海报，再帮德里装一个空调，最后帮他铺一层蓝色点点地毯。这样德里的房间就布置完成了。
德里房间所使用的家具数量蛮多的，而且非常讲究小细节哦，感觉出来是个非常用功读书的小少爷哦。恭喜德里交屋成功。我们开始来帮俄罗斯布置他的房间吧。首先呢，壁纸选用树海墙，熟女们最喜欢的玫瑰木地板。接着帮他选用一系列的藤编家具，藤编衣柜、藤编梳妆台、藤编床铺。接着在床旁边呢放置一个藤编边桌，房间角落呢则摆一张藤编矮桌，搭配一个藤编沙发。在角落呢，我们再放置一个灯罩落地灯。接着我们在床头放置一个垂钓玻璃盆栽。音乐播放部分呢，则选用高级音响，用来播放 KK 灵魂乐。俄罗斯的房间呢，使用了成套的藤编家具，非常符合他的个人特质哦。恭喜俄罗斯交屋成功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来帮歌舞伎布置他的房间吧。首先壁纸我们选用练功房墙，地板则使用简单的榻榻米，再来选用日式床垫。床垫旁边呢放置一个方形纸罩座灯，角落的位置呢则放置一个盆栽架。再来我们帮他放一个无忧卫门泡澡桶，以及一个蹲式马桶。有了这两样家具之后呢，歌舞伎房间也是一间小套房啦。再来使用两个竹屏风，
来把厕所跟浴室给隔起来。最后在墙上挂着一个深棕色的木匾额，这样歌舞伎的简单小套房就完成啦。虽然歌舞伎房子呢没有放置音乐播放器，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有送它音乐播放器的话，它则是会播放 KK 三味线。恭喜歌舞伎交屋成功。今天任务圆满达成，感谢大家收看啦、啊。